就可以有精神，所以现在刚好陪我散散步，帮助消化。计程长，那去刚刚你的建议，我已经把车技图改好了。如果建议的话，你帮我看一下。行。可是你刚刚不是在吃饭，就是在讲电话，你根本就没有看图啊！你可以认真一点啊！我是很认真哦，不像还有点时间嘛。哎，我穿上西装已经三天了，陪我去买衣服好不好？为什么啊？我又不是你的跟班，也不是你的奴隶。 陈欣，我都是为你好哎。哎呀，啊，我的图。我去帮你捡。喂。帮你捡。你别过来！不要再关心我。 记得我的尺寸。好了，你眼光比两年前好很多哎。换你了。我没有买衣服啊。 可是你穿成这样，影响我工作情绪。啊？
今天到此为止。哎，今天到现在才开始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约了几个传承的同路上见面，等一下你要跟他们报告你设计传承造假的概念。什么？你等一下要我做 presentation，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啊。我们今天不是一直都在做准备吗？走了。这两年学到的本事啊！好，我绝对不会被你考倒。走走哦，季程啊，你终于到了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有兴趣代理销售传承的丁总和王总。你好，你好。丁总呢，掌握了东北的许多销路跟卖场，王总是西北日用品的销售商。这次传承的销售有劳二位啊，未来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中山龙大师的助理一旦小姐，这次搭配传承上市的赠品，就是由她负责设计的。季社长，不是说好要请中山龙大师亲自出马吗？怎么换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助理啊？少了中山龙大师的名号，这对传承的销售肯定有影响。是啊，这位小姐这么年轻，能行吗？依恋小姐是中山师傅的首席助理，也是中山师傅的得意弟子，中山师傅对她极为推崇。我相信由她来负责传承造假的设计案，结果一定会令大家满意。大家不妨先看看她的设计，再做结论。既然季社长这么说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依兰小姐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。请坐。加油，陈心怡。